好法国的感觉哦，我觉得好漂亮哦，古代宫廷国王设宴请款待我们那种感觉。我跟你讲，搞不好我们这辈子没机会去法国，我觉得来这个法国的餐厅，我觉得也可以体验一下，对那个感受。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可以去法国，我也蛮喜欢去法国。我们稍微参观一下，好啊好啊，来我们这边请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哇，那这个地方，哇，怎么了？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隧道，洞穴的感觉，像个洞穴，哇。哎，那这个可以这样跑一下，可以可以。干嘛？你们三个小屁孩不要乱跑啦，这么有异文气息的地方有气质一点好吗？不论是纯白的装潢还是挑高的圆弧状空间，真的完全联想不到这里供应的居然是顶级的贵妇巴菲。台中人真的没有极限，最新最潮的点子都从这里来，水晶吊灯底下吃巴菲我也是醉啦，赶快看看有什么厉害的料理吧。恭喜你们两位，好不好？在这一次的我们的比赛，两个脱颖而出，好不好？那就你们两个可以好好来享用。那我觉得这里的单单看这个地方呢，就跟我们平常看的buffet那个设计的完全感觉不一般，都是那种铁盘啊盖着，然后打开来，它是整个是那种开放式的，尤其你开可以看到那个 cheese， 可以看到那个火腿挂在那上面，好不好？我都觉得自己来到法国市场了。我跟你讲，想吃什么就自己拿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。他沙拉的这个冷盘就好多东西哦，你来看一下，哇，你看，哦，这刚好，我跟你讲，它设计的很棒，就是刚好都是一口一口，所以你可以吃到很多样式。哦，这个一定要进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北非小米。啊，小米，我最喜欢小米了。像我们的buffet啊，是希望能够让客人吃到比较有负担。厉害的哇！哎，这鲑鱼你看，这么大的一个鲑鱼，完整呈现在你的面前，哇，你看看，哎，哇，牛肉厉害，乐眼 ，Baron， 而且是乐眼牛，但这个熟度稍微有点那个哈，比较深一点，比较深一点啦，熟一点，可能它不是很好牛肉就可以弄这么深啊，熟一点哦。天哪，不但鲑鱼、牛排、烤鸡和炖羊肉随你夹，连其他餐厅斤斤计较，一次只给一小片的顶级生火腿片、沙拉米跟顶级 cheese， 这里也是 all you can eat。光咸食区就有三四十种异国料理轮番上阵，甜食区更是活力全开，两位少女眼睛都发光了，1000多块就能把这些顶级食材一网打尽，难怪这里天天一位难求了。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缺点，少了点什么哈？少了海鲜。对，海鲜呢？海鲜呢？好奇怪哦，海鲜在这里。哇！哎呦，厉害了！哇塞，所以海鲜在这里。对，所以说各位观众不要以为没有海鲜，最新鲜的海鲜都在这里。这个虾多新鲜，你看。多红润。我不能吃，我可以，我帮你们剥好不好？好。你说剥虾男人怎样？最帅、最温柔、最体贴了。好。哎，我很认真，但是赢不了而已。我非常认真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吃一下这个蛤，好不好？这蛤很厉害。啊，有法式的蛋，拉面挂吗？哇，超大。而且很贱，它就只弄两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只有两个，完全没有扣打。哦，就我再拍一下。我觉得它沾一点。啊。我第一次吃海鲜沾番茄酱，还是沙拉酱？没有没有。这是在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你吃看看。冷，因为是冷盘的关系吗？相信我，吃看看，很正点。嗯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正点？对不对？你们刚才的热食，我觉得你可以挑一样来吃一下。我想吃咖喱。你旁边其实沾一点自己的饭。因为我觉得准备的东西是要吃很多很多样式的。对。所以它的咖喱，它不是做到那种口味非常重。那就像你讲的，它的每一道其实味道都不会太重，但是又不是说没有到味道，也有到那个味道，因为你要吃非常多样，对，你的胃就是要装很多，对，才会觉得一个回本的感觉。